请各位找出《论语讲要》633页，633页，这张经文，我们先念一遍：子张问兴，子曰：“言中信。”行读经，虽蛮目之邦行矣。言不忠心，行不读经，虽周礼，行乎哉？礼则见其生于浅也，在于则见其已于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注身。这一章问孔夫子，就是子张啊，问孔夫子行，行是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呀、啊。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在世间呢，一个是言语，一个是这个行为。那么在这里，孔子就答复他，啊，言。忠信行笃敬，这个忠信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前面在上论里面讲过，要交朋友啊，要主忠信，要忠信为主。不但交朋友要主忠心，我们在自己修养方面就要讲忠心。行呢，这个读经，是很厚的，读厚的，读是诚诚恳恳的呀，这个表现在行为上。敬就是待人呐、啊，一切要恭敬，只是两者，一个在言语方面要忠信，行为方面要笃敬。那么这忠信笃敬是一个人的修养啊，是非常重要。那么虽蛮目之邦啊，蛮是南方，目是这个北方，这个代表啊，这个四方的呀，东西南北四方，概括的就是代表四夷呀、啊，就是指着是外国人，没有他们都没有啊，接受中国文化的人，就蛮目之邦。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问行的话，你要在言语上讲究忠信。
在行为上面要读经，中心是为什么叫言语要中心呢？对任何人讲，这个说的话了，都要实实在在的，不能说一这个虚假的。答应给人家办一桩事情呢，都要办得到。那么这叫忠心。这个忠字，那这个不但要信呢，还要忠啊。就是完全办到了，中间不能有所欠缺的啊。他说这个言要这样。行呢，待人要实实在在的呀，一点虚假都没有。对任何人都是实在诚诚恳恳的待人，尽是对待任何人都要恭敬。这样的话，虽然到这个国外，那些没有接受啊，这个中华文化的那外国人，你能够翅膀再到他们那些国家里面去，你也能够行，能够行得通。为什么呢？他们虽然没有了解呀、中华文化了，但是忠信笃敬这些了，都是从本性里边起来的作用，从本性起来的作用啊，拿这个待人接物啊，人家在学术上虽然不懂，但是呢，他能够感受到。你这样待他，他能够感受。他能感受你这样这个待他的话，那么你虽然到满目之邦啊，你把这个中国先王所讲的这个道啊，就能让他逐渐的学习，让他们了解。这在历史上很多啊，就是你所到之处，不但能够这个当地方的人这个能够感受你这个好的这个这个待人之道，而且你可以把圣贤的教化能够向他们推行出去，这就行义啊。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反过来讲，在言语上没有忠心，说话不能守信用，
那么这个行为上面不能够读经，不读经就是不是老老实实的这个讲究做人之道啊，那不但在外国行不通啊，就是在周里，在自己的国家啊，周里是自己的所住的地方，行不在你能行得通吗？就是自己在自己的故乡乡里，周里就是自己的乡里，言语说话不算数，行为呢一片虚假，不能够实实在在的那个待人，就是在自己的乡里呀、啊，也行不通啊。所以周礼行不在下面讲，礼在见其生于前也，你站在那里，也是啊，古人的那个车子啊，你说你站在那个乘车的话，站在车子上面，站在那个前面，见其生，生是啊，这个字啊，就像那个森林的那个森字，三个木头，三个树木的木，是那个字，那个生是森罗万象啊。那个身子啊，上面一个木字，下面两个木字，这个字啊有高有低，身奴身是那个有高低的，是竖的，罗呢是横面的，那你在这个乘车子的时候啊，站在车子前面，就看见呢森罗万象，眼前的森罗万象，生于前，那么这个在于就坐在车子里面，在见其宜与恒也，宜与恒啊，这个两个其字，前面是见其生于前，在宜呢，在见其宜与恒。
这两个喜字啊，就是孔夫子讲的，就是叫中性笃敬啊，中性笃敬。这拿古人做那个事情作为印证，古人那个尧舜的时候啊，舜帝，建尧于耕，建尧于强。舜帝在吃饭的时候，在饭菜那个菜羹里面呢，就好像见到尧帝，那么在做的时候，就又好像见那个尧帝在这个墙上。舜帝一心呢，就想到尧帝，所以坐在那里呢，坐在家里，看看墙壁啊，好像就看到尧帝。吃饭的时候，好像就看见这个尧帝。在这里，就是讲啊，那么这个告诉子张啊，中性笃敬啊，这两种修养啊，不能有一时一刻离开了，随时。心就在这中心读经这上面，所以你乘车子或站在车子里面呢，看见车子前面森林万象，森林万象就想到中心读经。坐在车子里面。那么看见这个车横，也就是见到啊中心读经，所以这样的话，你无论在这个自己的故乡。或者是到外国去，哪里都行得通啊。行得通就是没有任何障碍呀。我们一个人呢，处在这个世间呢，尤其是跟这个社会人群。跟那个自己有关系的，咱就无论在无论之内的，无论是哪一轮，如果要是懂得这个固有文化，能够守住无论之道，那个好。如果是不讲无伦之道啊，比如说朋友，就行不通了。就是在家里呀，夫妇，父子兄弟，
都行不通啊，都有障碍啊。又看各位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上，家庭里面呢是天伦呐，但是现在很多发生家庭问题，发生家庭问题就是有障碍，有行不通的。检讨检讨的原因，就是没有忠心，没有读经，就是要尊敬对方啊。所以真能够这么做的话，时刻不要忘记忠心读经，你乘车子也好，其他做任何事情也好，都不要忘记啊忠心读经。不要忘记忠心读经的话，你跟任何人相处，跟任何人那个来往办事情，你都拿这样的话啊，实实在在的来对待人家，那这就是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你想想看，这个人他的时间多么平安自在呀。华严经想到那个最高境界是世事无碍，任何事情都没有障碍。所以这一条，虽然是儒家的经典，孔夫子讲的话，照孔夫子这样这个话这样学习的话，那就是我们在人世间，你到哪去都是没有无碍的了，都能行得通啊。用在修道上面，那就是那这个境界就是高得很了。我们修道的人呢，不懂这个道理呀，他时时刻刻都受到很多障碍。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包括修儒家的、修佛，遇到跟人家有好像发生这个问题了，首先自己看看，自己反省，一反省呢，那这些障碍就有办法把它解除。人与人之间把这些障碍解除的话，那我们修道在心理方面就没有任何障碍，那你的功夫进步得非常快。那么最后这一句，子长书诸身呢，子长把孔夫子讲的这个话写在这个身上面，身是古时候啊穿着衣服啊一个腰带脱下来，系在腰里面，然后那个有一个皮肤脱下来垂下来，那叫身。他就把孔夫子这个话啊写在他的这个腰带这个身上面，这表示不要忘记了啊，随时随在身上，
时时刻刻就看得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就是啊，就照这样做，无论在哪里，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严重性心读经。所以那些孔夫子、那些大弟子啊，所以成为贤人也不简单的呀。下面，这个经文，子曰：“直在始于邦有道如始，邦无道如始。君子在取过于邦有道则失。”方无道，则故绝而坏之。始于，始于是卫灵公的国家，是魏国这个大夫。他的名字呢，叫丘。丘是什么呢？左边是个鱼字。就是食鱼的鱼字，右边呢加一个酋，是酋长，啊，酋长那个酋字，他名字叫酋。孔子在这里呀、啊、赞叹他，赞叹什么呢？直在呀、啊，这个直字重要啊。直字，你看这个字吧，上面是个十字，下边呢是个木字啊，竖斜是那个字啊，横斜就是，就是跟我眼睛那个木字形状一样啊，实木，十个人的眼睛。这个字呢，下边呢，一直一横，一直一横是一笔写下来，是个影子，隐藏的影子。这就直，怎么着呢？实木所实，无所隐藏的。十个人在看的话，假如说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呢？啊，或者我们也想做什么事情，啊，也想隐瞒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但是这里一看，有十个人眼睛在看着，隐藏不了。既然隐藏不了的话，那就直啊，那就是心口如意啊。口里说的，心里所想的，一致，表示一个人呢、啊、心里啊光明磊落，这叫直。孔子说，这个人的食欲是直在呀、啊，这人直。他的心呢，没有什么这个隐藏的什么心理，没有的。那么直在什么呀？始于，始于是一个直。为什么直呢？邦有道如始，国家有道如始啊。这个邦有道，国家有道，国家代表国家就是国君呐、国君有道，他呢如实。什么叫如实啊？根据古人注解，
他言语很直，行为也直。直的什么呢？直的像矢，矢是那个射的那个箭出去啊，对着哪个方向射出去，他就到朝着那个方向去，不会偏的。那么这个国家是有道的，他的言语行为啊是直的像矢那样的，没有偏。这个帮武道呢，国家武道他也是如实，他的言行呢还是那么直，这是这个始于的。再讲呢，这个下面讲曲国瑜。荀子在曲国瑜啊，孔子称赞曲国瑜是个君子，称赞荀彧呢是直。怎么称赞曲国瑜什么君子呢？他帮有道则师，帮无道可则可卷而坏之啊。国家有道，他就出来做官，就到国君叫他出来做官了，他就出来做官，到朝廷里面帮助国君办事。无道呢，国君无道的时候啊，这个卷而坏之，卷呢，你比如说那个写的书法，画的画，用那个卷把它卷起来，要展出来给人家看，不展出来就把它卷起来，这是一个比喻的话。曲国瑜他是有道德，有办事能力，是个贤能之人呐。这个贤能之人，国家有道，他出来办事情；国家无道呢，他把他的贤能、自己这个能力啊，不用了。就好像那个书画的那个卷子，把它卷起来，不用了，坏就收藏起来。你能够坏之，这个不容易的啦。古时候有很多人呢，他有才能，就要出来要用出来，没有机会用不出来呀，他就想尽办法，能够用，想不正当的办法。那曲国瑜不是如此的。他卷而坏之啊，他这种行为可以说合得上成为一个君子，
油菜呢用不出来，想尽这个不正当的方法来用处的话，那是小人，不能成为君子。古人注解的时候，有一个公案，说是这个卫灵公啊，跟他夫人呢，夜间在这个，在他这个宫廷里面呢，坐在里面呢，谈话。外面呢，门外呀，有人乘着车子经过那个卫灵公的宫殿的门前，宫廷门呢，夜间当然是关的了。卫灵公就问他的夫人：“你猜猜看，经过这个门口的这个人是谁？”卫灵公夫人就说啊，这是屈伯玉啊。那么这个怎么是知道屈伯玉呢？那个卫灵公夫人就讲。知道礼的人呢，他的乘着车子啊，经过这个门前，经过宫廷门前呢，他必然下车子。那么这个由这个看起来，能够啊遵照这个礼的话。必然是屈伯玉。那么后来一看，啊，果然是啊。所以知道这个屈伯玉这个人呢，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君子。那么这个这两段，一个是赞扬一个直，一个是赞这个屈伯玉啊是个君子，实于这个直，在这个讲义《论语讲要》里面后面有讲的。是在636页，各位可以看一看。始于是在，他是一个魏国大夫啊。魏国大夫，他应该有责任向卫灵公，来建议的。某人该用，某人不该用，他有个责任呢，向卫灵公啊上建议的。但是要知道，这卫灵公这个人呢，脑筋到了后来也不大，不很明白了，糊里糊涂的了。那么对于始于的。上的建议啊，没有采纳，所以荀彧在临死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儿子啊，他就遗嘱讲啊，他说他身在朝，在朝廷呢，做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啊，劝告国君用贤人呐、屈伯玉，没有啊，向卫灵公啊，建议啊，
把这个屈伯玉这是个贤人呢、啊，没有劝告国君来禁用他。所以呢，这个把这个不孝之臣叫糜子夏，也不能够建议，也没办法建议威廉公把这个糜子夏，把他不让他继续啊做下去，就让他退下去，没有。那么这样的话，自己感觉到有很惭愧了。他说：“死后啊，不应该这个在这个古时候男子啊，要是这个寿终正寝啊，丧事也在这个大堂之上啊，在正堂里面来办理丧事啊。”他说他死后啊，不应当在正堂的这个来办丧事，只能把他的这个来这个那个棺啊，这个病啊，这个棺木啊，棺材啊，是靠在这个房屋的这个旁边，在窗户之下。那么后来他的儿子就照他这样办了。这样办的时候啊，威廉公去往就到他来去吊祭的时候啊，哦，才知道他这个原因，知道始于啊，是这个原因。然后呢，威廉公还算不错，立刻就禁用了屈伯玉，糜子夏了就把他退了。然后啊，这个一进一退之后，威廉公就叫始于的儿子把始于啊，还是按照正堂上来治理丧事，这是啊，那时候一段他的公案在此。所以孔夫子讲这两段都有事实，由这个事实举出这两个人出来啊，都是值得我们学儒家的学问呢、啊，都要学了。学直的确是不容易的，这个帮有道你直是言行都直了，当然可以了，有道之卷他会采纳的呀。无道之卷你直，你怎么直法的？话说出去对他不好的话，他马上就拿来办罪了，那个很难的。所以在这个无道之君的那个要去直言直行，那就是很难了。所以始于呢，他在生前也都还办不到啊，所以在死的时候啊，临死的时候表示自己惭愧，叫他儿子那样做，那样做还是谏，还是劝告威廉公。可见这个人是啊，真正是直啊。生前不能够劝告，到死的时候还要劝告，这是了不起的。屈伯玉呢，看起来我们一般人都做还做得到，
但是也不容易啊。就必得懂得道理呀、啊，不懂道理的话，他做不到的呀、啊。所以这个果然能够这样做的话，学识愚，学这个曲国愚，那么用在修道上面呢，这就是啊，是了不起的功夫。《论语》是孔子教我们呢，在行为上去用功夫，行为上用功夫啊，在这个知见上面，自然就是，就了解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看见《论语》每一章经文，只要照孔夫子这样讲的、这样修持啊，我们就真正在修道。